怎么烧成这样？在灵异轻喜剧《幸福房屋事件簿》里，饰演怕穷不怕鬼的资深房仲陈婷妮，带着菜鸟助理蔡凡熙，勇闯五花八门的凶宅事件，并一一侦破藏在恐怖传闻背后的动人故事。随着在第61台 Catch Play 电影台播出，获得极高的收视率与观众好评。来不及了，只有只能靠自己了。全剧共14集的《幸福房屋事件簿》，每集描绘不同闹鬼案件，剧情跟着凶宅调查小组陈婷妮、蔡凡熙一起破解各种凶宅背后的秘密。自从 Catch Play 电影台进入中嘉宽频有线电视第61频道后，除了播放强档欧美电影，更增加国片独家首播，另外还开辟周末旗舰台剧时段以及在地多元娱乐节目，成为全国普及率最广的有线电视基本频道之一。注意看，他实在太狠啦！失踪、解谜、密室、杀人，样样来。自从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，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，中嘉宽频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，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递补，其中第61台 Catch Play 电影台为台湾最大的独立电影发行商，片库更拥有多达2000部电影。近年来，除了投入电影的合拍与投资，同时成立亚洲影音的中央厨房，致力发展国际化的数位影音平台，提供台湾观众享受优质的影音服务。敬请观众朋友锁定第61台 Catch Play 电影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